新闻深喉咙，有多深挖多深。So as you can see, if you just put it in the water, it just goes off. 仙女棒点燃后放到水里头，应该是马上熄灭才对。不过您看看。Alright, then now let's drop it. Guess what? It's actually burned inside of the water. 仔细看便会发现，原来这仙女棒上竟然捆住了胶带，放到水里头完全不会熄灭。而如果利用铝箔纸将铝箔纸捆在整个仙女棒上面，便会发现整个仙女棒放到水里头仍然不会熄灭。为什么？仙女棒它的成分是铝粉、铁粉、镁粉这一些，就是比较细小的那个金属粉末嘛。那加热的时候会到达那个燃点。那我外面如果加了一圈铝箔纸的话，那放在水里面会阻隔水跟仙女棒的一个反应，所以会让它不会潮湿。一般的胶带也可以隔绝水，不过效果恐怕没有铝箔纸来的还要强。简单的化学知识就可以找到更多的奥秘，您是否也想自己试试看呢？记者林晨晨，关你特报道。